但是呢，郑文灿的律师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凑齐了700万。法院最后你可以看到，花了30分钟才把这些钱给数完。想请这个蔡博士帮我们补充哦，因为你刚刚没有帮我们分析到郑文灿的事件。郑文灿1200万重保，接下来你觉得还办得下去吗？不，以现在的话，就不会再羁押了。高院发回再裁定，通常就没有再变卦的现象。所以你觉得就到此为止了？就开始，可是又抗告了，他又提抗告，抗告通常不会成。看我通常不会成这样吗？对，一般我没有，几乎没有看过说。那这样我们清德宗的意志呢？清德宗意志问题，人家桃园法院哈、是桃园市长管的，这法官都是自己局长的女儿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什么下得了手嘞？那这个清德宗啊，再什么生气也没办法、你现在抗告又到高院嘛？高院就是换个法官来嘛，法官来他如果能做了就是一个办法，要么就裁定说这样就 OK 了，要么就是发回再更审一次嘛。那你说桃园地方法院怎么要翻盘吗？一般来讲不会啦。不过上次那个开卡车撞总统府那个啊、五次来回，那最好不是一样的五次来回。对啊，就是说你现在哈、讲白了啦哈、你暂且不管司法理由，就是桃园地检是清德宗的，然后这个桃园地院是正太子的，所以这个德宗，这个四阿哥跟八阿哥就在隔壁斗法，八阿哥有很多好朋友在这个，这个地院里面，也有很多好朋友可以随时跟他准备2000块一张的现金，马上就送到，那桃园地检呢、就满头烧，因为四阿哥那边有很多的压力来，非提抗告不可，就这么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看了吼，都觉得很怪，你不觉得吗？一个法院对这个事情有那么难断吗？一个地检署提不出什么坚实的证据，不，我们如果纯粹撇开这个四阿哥跟八阿哥。对不起啊，我引用清宫剧啊，雍正夺嫡的故事来哈。四阿哥叫清德宗嘛，八阿哥就是我们的正太子哈，郑文灿嘛，现在太子落难嘛。我不晓得蔡英文现在心情一定不太好吧。重点是说司法理由的时候，两边哦各有理由，刚好那个理由卡在中间。怎么说理由卡在中间呢？地检署很难证明这一笔钱是汇款。为什么很难呢？就是说。一个获利30几亿的土地开发案，你告诉我行贿的汇款500万，这个简直瞧不起民进党。民进党那个随便那个什么高端的都不止这个价钱，那个小吃店搞个也不止这个价钱。你说这个土地利益那么大，才行贿500万，我今天讲给很多朋友，就每个人都笑翻了。这个因为他要送内政部。是啊，不是市长可以决定，不是，但是从一开始一定有帮忙嘛，送内政部反正跟他无关嘛，所以这里面就不成比例，第二个，唯一的凭证就是那一位廖姓人士，说有这么个电话，然后这个跟这个案子有关吗？不清楚，到目前为止，透露出来的消息不清楚，所以就给桃园地院有了裁定的空间。可是这笔钱是真的、啊，这笔钱是真的，钱是真的、那钱是借的、对不对？不，郑当然会这样说了啊。对，不管如何嘛，就是他这么说。以他的行情有需要借钱吗？哎，有时候青年嘛，很青年嘛，很青年，很青年嘛，临时需要借点钱嘛，所以这里面的证据本身哦，偏账也可以，偏让也可以。所以如果桃园地院服从金上清德宗的话啊，偏过去。这个郑文灿就羁押了，然后如果往这边偏的话，新政嘛，就刚好两者中间，你不能说哪一边对，所以一般来讲哦，地检哦，只要看到黑影就开枪，可是地院法院的话，它的基本准则啊，哈，通常说要是开枪打死人才抓人，它是比较严格了哈，所以有时候你乐观看待说。院检意见不同是保障司法独立最重要的门槛啊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，
院检好像都有很多蛛丝马迹，让外面传得沸沸扬扬。你也同意嘛？对不对？当然了。对，七年之间你不办，你那个什么录音啊、监听啊，是昨天的事吗？不是吧？七年前的事啊。今天卓荣泰表示，民主台湾不会压案。那七年而已啦，不压你压七年而已啊。卓荣泰真的，他今天公开这样讲啊。卓荣泰经常让我们有很多娱乐效果。你知道？你看哦，民进党所有的大嘴巴、小嘴巴们一概噤声。嗯，没有人帮赖清德讲话，也没有人帮郑文灿讲话啊，还老你们这个媒体朋友还追着跑，要问你什么意见。就都剩下都民进党一万人在讲话，嗯啊，那我很公允的讲，这个案子真的很奇怪，你说多奇怪就多奇怪，你说汇款跟那个案子有关不成比例啊，你说跟他没关，你去收这个钱干什么？实际上很怪，好，然后你有没有泄露艺文，让他事先知道说啊，这个钱不能收，我就退回去了。还有一个。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啊，这么57亿的案子，郑文灿收500，他从此要瞧不起民进党。他说，那郑文灿可能是民进党里面最清廉的、啊。嗯，你看以前民进党屏东有个立委，随便讲一个起跳价2000万啊，哇，让我们国民党看都傻眼了、啊。原来立法委也可以变成盈利事业啊，我不可思议啊。哦、至少我做国民党圈子里面，我觉得不可思议啊！我们每天呢帮选民跑断腿，再大事情啊，我们就顶多好这一个水果篮、啊，对，或者中秋节给你一盒月饼啊，我们其他也不敢收啊，啊，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很怪，所以难免大家会有政治联想。那政治联想，各位朋友都习惯看轻工具吧？我们台湾哦拍不起大陆那么好看的轻工具，可是。大陆朋友，你们跟不上，我们演给你看。嗯，哎，活生生演给你看，我们就有四阿哥跟八阿哥，你看厉害吧？嗯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张若愚。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？2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。想要北泡泡的 QQ 脸，吃的保养最重要。皮肤好，人不老，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。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，快点购，全台独家贩售。德国专利原料进口，成分天然，零添加，平均分子量2000道尔顿，小分子好吸收，重金属西药检验 SGS 检测全过关，品质安全有保障。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，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 Q 弹，甚至产后补充，都十分推荐。在这里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药，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。90天青春有感计划，拥有弹性美肌，超级 easy。输入推荐代码，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。